亦有请古巨基先生的提名人赵真学运女士上台接受提名。今天就是我觉得是很严肃，然后也是很 formal， 就是我很紧，有一点紧张。紧张原因不是拿奖的感觉，而是因为今天好像就是很多老师前辈在这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需要去表现的比较成熟，然后不是外表的成熟，而是那个谈吐啊，讲话的那个，你知道平常就是比较过分的 relax， 所以今天就很紧张。我就是我爸爸妈妈也在，很多我叫我的朋友也是在这里，所以就比较紧张一点。但是今天也是很开心的，我想应该是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也是很难忘的一个日子。其实今天非常开心，因为可以得到一个不是我自己乐团或者是任何的在我事业当中的一个奖项，是一个人生的奖项，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兴奋。而且真的在台上讲话的时候真的有一点紧张，因为在比如说颁奖典礼的时候讲话都是谢谢唱片公司，像谢谢经纪人，谢谢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一次真的要谢谢我家人，谢谢我就是为了我自己人生当中付出很多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就是特别紧张呢，因为跟以往颁奖典礼不同，我们谢谢的人很开心哦，很兴奋了，因为其实之前的记者会里面已经心情上面是很兴奋，很荣幸能得到这个嘉许。那今天是一个正式的颁授的晚会，那还是这么兴奋。那当然今天的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在我也请来很多自己的朋友，包括圈里的或者圈外的以前认识的都有。那因为很想跟他们分享，因为他们都是跟着我，或者是应该说陪着我长大的，看着我慢慢一步一步走着，那所以很想跟他们分享。那也要多谢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还有老板他们。